既然已经跟我承认了，当年他就是为了诈领保险金，才连累你的父亲。谢谢你替我查清楚真相，还我父亲清白。你别这么说，应该是我说对不起。明天，对不起。 是我害你们家庭破碎，让你跟明珠明朗，受了那么多苦。别这么想，毕竟季叔对你的好是真真切切的。换个角度想，也许我们的相遇就是为了化解这个仇恨，揭开真相。你说的对。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，您要地下有知，也应该会感到欣慰吧。哥哥，我不回来了。哎，哥哥，你怎么突然把爸爸的照片拿出来了？这个相框坏了很久，我打算配一个新的。 要不然一块去。好，好，我们挑一个最漂亮的。买完相框，我们顺便去吃个饭，吃叉烧饭怎么样？你们要是不想吃的话，那我们就换一个别的。不不不，我们要吃叉烧饭，我们要吃叉烧饭。明天，方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还不是为了想告诉你。 我姐提前离开，刚才就走了。喂，你怎么一句话也没有啊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姐了？你姐她在哪儿？我去找她。听你这么说，就不枉费我跑这一趟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 我特地把我姐的机票给改了，她必须到澳门转机，而且是晚上8点的航班，所以这段时间她肯定会进澳门。可一旦错过，以后恐怕就真的再也没有挽回的机会了。越牵起她的手，承诺。 直到那天，日突然间，被其他的诺言，星星光。
小姐，我来接您去机场了。我不准备走。刚才许什么愿了？我喜欢的女孩离我而去了，我希望她能够回到我的身边。那你实现了。假如你一直过不去呢？我等。那假如我一辈子过不去呢？那样就更好了。那样我就有理由等你一辈子。